今天呢，我就用这几种食材给大家做一个夫妻肺片。哎，我是做夫妻肺片，不是用肺做的吗？怎么用那做？是的，以前是肝肺，现在呢，就是说基本上大家生活提高了，都用牛肚、牛舌和牛肉，还有牛脸这些食材做这个夫妻肺片。这样做呢，味道会更好吃。下面开练。用水给它烧开煮一下，咱先调个这个夫妻肺片的小料，辣椒、葱、姜和蒜、香菜、花生碎、盐、味精、黑糖、胡椒粉、辣鲜露、陈醋、花椒油和红油、芝麻还有麻油，搅拌均匀待用。把煮好的牛舌、牛肚、牛肉改刀切片，均匀的码在盘子当中。麻辣仁、牛脸的汁非常好，我再撒点小芝麻。一道精品的夫妻肺片好了，快乐生活每一天，每时每刻在身边。